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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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你疯了！你今天，今天要捏这三个小侄子了。平头哥，平头哥开始了，平头哥又在挤呢。不是他不真咬他，他只能拿身体挤他一下。呀，你咬没有小狮子干嘛呀？打你了啊！不许咬欺负我们小狮子。三打一把二牛干翻了。欺负他！现在二牛谁也不怕，就怕金阳。哎，对，咬他！哎，对。平头哥可不搭理你。平头哥厉害着呢，平头哥。你是他二叔也不行，张牙咬你。二牛，你找事儿吧？你欺负他，你一会儿大家伙都得骂你。看着了，你看二牛欺负小狮子，大家伙一起骂二牛。你看那个了没？看人家躺下，他上去还咬呢。就那平头哥，就上面这个。底下是小狮子。对，趴到二牛上面那个。嗯。就他。呀，小狮子服了。没有，他底下。狗爪子，他全上了。看看你，等会儿我把女王放出去。你起来呀，小狮子！你站起来，小狮子还反嘴咬他呢。但是你看这个家伙，你别看我，他还帮忙呢，他还帮忙咬人家呢。这家伙跟二牛一伙的。对，他知道讨好他二叔了，跟二牛一伙了。哎，对，我打不过你，我得讨好你。二牛得有四十斤了。你看小狮子了没？你就别搭理他，你拿爪子扒拉他干啥呀？你说，故意的，小狮子就是故意的。这平头哥，你看这个小工，他一会儿讨好二牛，一会儿就是帮小狮子打二牛。反正二牛是公认的公敌，搁这。对。马良，这个得慢慢整。哎呀，你看，咬他了。我觉得他不属于那种打闹着玩的那种。他就是闹着玩的，跟他。我感觉他是真咬。他跟那几个小斯大夫，他们是真咬。哎。挨打。坏了。试试。他打你啊！又抱住那个咬去了。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收了个小弟，你看呗。现在就收了个小弟。是完了，又成小弟了，这下。啊，收了个黑小弟。嗯，侄子不侄子了，成了小弟了。二牛，人家都叫唤了，你还咬人家啊？反嘴咬你了吧？咬你了吧？破个十万赞呢，行不行？坏了坏了，刚收到小弟，刚收小侄子，你看咬他呢，开始，小狮子趁机会也压去的，啊，也压他身上了。伸出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给咱江家直播间秒破十万赞，十万赞！我给你们求，二牛，两只斯塔夫号小女王四。